圣旨是让我看好你，你最好乖一点，不然。你去哪儿啊？殿下放心，我不会连累殿下的。畜生，跟我回去。我既然到了这儿，五指的罪名已经背上了，回不去了。你就带着他过来，没带油指挥，没带镣铐吗？谁让你走的？夏一博，这招还是臣交给殿下的吧。过去还以为是你让着我。我确实是让着你，现在不一样了，你个子比我高了。嘴硬。你帮我叫开过门，这个人情我还给你了。殿下是带着金榜来的，为什么？去时终须去，这事我又强留住过谁呢？走了。滚！这是御马。陛下如果知道了，殿下要怎么解释？人都走了，马算什么？去吧。如哥哥，